Hello， 大家下午好，北京时间四点钟，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三，这会是我的时间了啊，这十五分钟是我的时间，大家喜欢丫丫的记得点点关注，送走鲜花，送走爱心。今天是八月一号，祝我国繁荣昌盛。对，我是户外的啊，户外的。大家有鲜花的送送鲜花，有爱心的送送爱心啊！先送来第一支舞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我有好久没有来九九三了，没有来排档了。先来一个，关注没有点的点一下啊！电脑用户右下角，手机用户左上角，谢谢。经过青城不
经常会一字马，所以哈、啊、不穿多了打底裤根本不安全，没有办法啊。给我点过关注的扣个三，我看这直播间里人多还是外面人多，两条啊，我宁愿热死也不能走光。关注没有点的点一下关注，谢谢刚刚哥们刷的礼物啊，不管是一猫党还是六六什么的，有一点我们就支持一下，有掌声的送点掌声啊，有点人太多了，真的。下午犯困哥，这外面干啥都咋的了都？你们再这样的话，一会儿城管就得撵我，你们正好把路口给堵上了。还有时间，我再来一个。来一个一生所爱吧，好吧。没事，户外的烟离这稍微远一点也还是可以的，没有关系。因为我是光脚跳舞，所以脚底有黑。啊，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需要问我的吗？主播东北人，主播东北人，现在在地球上啊，身高172，体重102，还有什么？三十二。其实真的很巧，我也是今天刚刚来大姨妈，那个还能跳，肚子还没疼。刚刚第一首歌是《一生》，刚刚第一首歌是《倾国倾城》，这几个都是我比较拿手的啊，再给大家来一个《一生所爱》，好吧？啊，右侧公屏666，没有男朋友，有男朋友谁会允许我在外面抛头露面的？这样的不好吧？这不叫脸皮厚，你知道吗？这不叫脸皮厚，这叫是我胆量比较厉害。我通常都不怎么讲我自己，你不能这么讲我，你知道吗？万一我火了那一天，我就封杀你。来一个，不开玩笑了，来一个一生所爱送给大家。
放冷沉思爱，剩下岁月变迟，但爱再爱，一生最爱人再快乐的爱，苦海分起爱恨，在世间难逃命运，青春竟不可自禁，何我应该先生时间但逃避命运，青春竟不可自禁，何我应该先生是恨人，我的天哪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大家可以散了吧，该接孩子了，下班了，该接孩子了，孩子都放学了，谁报警啊？咋的，这是没有打劫，报啥警？还有最后一分钟我就不跳了，十五分钟以后我再回来啊，好热呀，关注没有点的赶快点一点啊，赶快点一点关注，亲爱的们啊，对，我唯一的特点就是小啊，报警干啥呀？你们为啥要报警啊？好好的，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关注走一波，然后还有20多秒我就下去了，十分钟以后我再回来啊，兄弟们，大家稍等我一下，因为我要去收钱去，要不他们都跑了。十五分钟让我去收钱，都别走啊！哎，一说收钱都跑了。扔10块是10块，扔完再走。你们懂。